前在就是台湾风评在全台湾的时候，我一个好朋友就看完了这场演出，然后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你能够跟我最适合唱这首歌曲，非常非常期待我们有一天可以唱到这首歌。那因为我时常会在人生的场合会碰到一些导演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唱这首歌给他听。那也是人生今天邀请了你来到这边，我们也能够告诉人生说，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天的音乐会里面唱这首歌，带来这首《看见》。Bye.
团。看见台湾的音乐是结合了原名文后草根类的歌声，同时融入了东西方古典张力的乐曲，这样多年多元。